想说你是全国第一针啊。没有，我很练第六个吧。所以很惊讶。嗯。他们就会紧张吗？最怕什么？不紧张，会怕痛。有没有很期待要打这个针？哎呀，全国第一个打针，我觉得很紧张。真的要怕，我以为第六个。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。护理人员悉心安抚，但女学生的表情仍透露出些许的不安。在众所瞩目之下，打下全国第一针。女学生卷起袖子在一旁休息，而对于打下 BNT 疫苗之后的感想是，那打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？就很安心。今天是全国共129万中小学生开打 BNT 疫苗的日子，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前往首波开打的学校关心学生状况。打疫苗又要请大家多休息，但是如果真的有非常不舒服，要到医院来就诊。如果打针以后不舒服，可以请1到3天的疫苗假，我不算是这个旷课。而今天大园高中整体施打状况良好，并没有出现什么特殊情况，但仍有许多家长担心接种 BNT 以后会出现不良的副作用。虽然疫苗都有副作用，但为了防疫与孩子的健康，许多家长还是硬着头皮同意孩子接种疫苗。那我想从现在到年底，陆续都会来这个1500万剂。的这个 BNT 疫苗，那我相信对于台湾的防疫会有很大的帮助，那也会提升我们的疫苗的这个人口覆盖率。我记得的同学，这个就不会了啊，观众啊，不会啊，就是一般的，同学，别紧张，还好了，比想象中轻松。别紧张啊，可以了吗？徐妹妹啊，突发中心，就。